Hello，三二，这还没夹面，我怎么？没关系，那 你要先让我夹，夹个面都不会，还十全大师哎、欸，这强太大会噎死、欸。好好，你不要凶，你不要凶，好，准备哦，三二。那这一道鸡胸肉料理的做法实在是太简单了，那我今天准备的材料有。不好意思，开你就哎、欸，今天没有对外开放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没有对外。如果你不能接受跟我一决胜负的挑战的话，我这满腔热血实在无从发泄。然后你愿意接受我的挑战吗？我就闭嘴。要是你不能接受与我一决胜负的挑战的话，等一下，一决胜负的挑战的话，好，来，再一次，小鸡鸡补充我的，补充我的身上的，身上的，用这碗满满的小鸡鸡补充身上身上的大鸡鸡，补充你身上的大鸡鸡，好，完成了。这道就是我的练后餐料理，高蛋白滑嫩鸡腿亲子冻。吃下这道料理，你可以充分的感受到一家子团聚的感动。用这碗满满的小鸡鸡，补充你身上的大鸡鸡。你说，这就是哥哥的味道，然后你夹起来不要吃，你就夹起来，然后就是我，你就是我，这样太恶心，不用讲。这样太多了，然后你先帮我倒好，你先帮我倒好，对，然后等一下跪这边好了，因为我等一下会在你旁边，然后他等一下会先，然后你要发出一些娇喘声，对，这种感觉。你一直吸口水干嘛？很兴奋，你说会这样吗？很兴奋会这样，很兴奋会这样。你很兴奋，让出来，让出来！我就说你演技就是这一种的嘛，你根本没有办法。我在，其他的我会。等一下吧，等我一下吧。哎、欸，白，你不要一直笑嘛，一直笑场。你看，恼羞成自己演不好，然后恼羞成怒。第一版本，是吧，大师。干嘛？我很认真哎、欸，这也太奇葩，靠背傻笑，我哪里错？我演的还不错，我觉得 OK 啦 OK 啦，但是不是我要的那个，先不能这样，先这样就好，先这样子就好，三二四把大师，四把大师。一位体重80公斤的成年人，有在重训的，一天蛋白质摄取约为160克。一位有在重训的成年人，呀，一位80公斤有在重训的成年人，一天的蛋白质摄取约为3。紫香蒜味噌番茄牛浓乳最成功的地方在这5种调味料分开分量间的平衡。分量间的平衡太出色，这道高蛋白低脂香蒜味噌番茄牛肉面，靠北最成功的地方，最成功的地方在于这5种调味料之间的平衡，太出色，这道高蛋白低脂香蒜味噌番茄牛肉面最成功的地方在于。靠北买一起球，不要配得很烦。一道名称，一道料理的名称都念不完。哎、欸，40几岁的人都是这样子。高蛋白、低脂、香蒜、味噌、番茄牛肉面，好不好？来哦，三二，太出色了，这道高蛋白太出色了。伯伯对于现在已经快拍完了，你有什么感觉？我终于拍完了。我终于拍完了，你知道拍片很辛苦，千万不要学会拍片。
OK。哎，秀，怎么样？今天拍的感觉怎么样？开始了，开始啊。哦。拍的感觉很棒，很棒，很爽。但是看到你好像蛮累的，心情又觉得有點……怎么会累、啊？对不对？看到你来，精神都来了。真的吗？我们今天拍多久？早上十点到，现在应该六点、七点。早上十点拍到晚上七点，对不对？大家知道一支影片要花很多时间跟心力制作，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好吗？对啊，你就要花几天后置。这一支比较复杂，我想应该要花个两天后置吧。所以后置是就你们？对啊，后置我自己用。哦，你自己用的？对，我自己用。崇拜。你不是也会吗？不会。我也觉得是拉长拉短这样子。你说剪接对，不会加一些特效画面，不会，这样就可以了啦。我觉得加字幕都很麻烦。平常做影片都做多久？平常哦，像那种做菜的一定比较久吧？会不会？做菜的我会一直做到说真的好吃，然后再录。所以像是我之前那个滑蛋牛肉，我就连续做了十天，最后一天才真的在录。哇，你看真的。你看哦，不是那么简单，他花了四天去真的把一道菜做得很好吃，然后才拍一个影片，然后再把它做出来给你们看。对，那知识类的就一直看一些东西，大概会看个要看四五六个小时之类的，然后再跟大家做个统整，再跟大家讲出来这样子。最近这三个影片才开始加字幕，加字幕很烦。对，加字幕是最烦的。好啦，今天谢谢你来，谢谢来台北，还顺便是顺便还是专程的？专程哦，专程，谢谢你哥哥，好不好？专程来内湖找我拍片，对对不对？我们就给他废话不多说，直接给他拍下 去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对啊、记得去批他哥哥的频道，好不好？对，那我的，假如我真的有比较多女性的话，也希望你们可以多去订阅这位。很帅，然后很有责任感的男人，很有责任感。对，哪边看得出来很有责任感？就是拍的拍摄角度，然后对什么都要求的。哇，这你都看得出来，很细节的。哥哥讲的话要听，很有责任感。对啊。好了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我们下次见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